哇，我还可以自己给自己使用技能，屌爆了！什么叫竟然？别告诉我，你们这几群逼都没有更新那个卡靠符。哟，你别告诉我，你别跟卡靠符啊。哟，昨天下午更好了。什么？我也更好，我早昨就天更下好了。午更好了。我也更好了。哇！哇！昨天我去单排打那个卡靠符，猛的没朋友，这群逼，一点为什机么？会都不给的，不给机会呀、啊。这么恐怖的吗？就是还是老样子，这群逼脑子动的挺多的。脑子疼。你直接说你动不了脑子不完了吗？跟这个没关系，你傻呀？就感觉很强，每个人都强，就一百个人里面都，就我觉得这样会练技术练得更好。你没发现令北、二八还有小老虎打完卡靠更厉害了吗？打那个正式服的时候，我比2个月前没自己觉更厉害了。得，没觉得，我觉得自己一直这个样子，从没改变过。没，二八还是变强，令北也变强。你打这种服务器，你感觉所有人跟你实力差不多的时候，你能吃到鸡，就证明你牛逼了，就综合实力牛逼了。就是昨天单排七杀吃了个鸡，鸡鸡卡靠符吗？谢谢小绿帽，啊，你车票，我卡靠符，我回来了，回来昨天了。13杀吃鸡，猛的没朋友。优秀！来上号吧，我都已经上了卡靠符了。我上，换个加速器，等一下。我也快，你们号都被封了吗？没有。为啥被封了？我在想取个什么名字呢？连小老虎都取那名个字了。咋了？老虎咋了？你领养？你领？林玲儿，蓝湛飞电影频道，感谢球球，感谢当当。各位早上好，谢谢陈歪歪的摩托车。拉我，我叫令北，牛逼。你们拉我吧，我懒得动，我弄一些东西。发 ID 了，我发 ID 了，阿巴拉吧。最后发 ID 的那个人小老虎怎么歪歪都不见了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ID 发公屏上了，拉我吧。现在陈歪歪2000个彩蛋，还有摩托车。大家早上好，你怎么连衣服都没有？给我。你这是28666666吗？蓝湛飞0003。小老虎上号了没有啊？在途中，马上回复。你是那什么就3秒？
好了吧，小老虎，把你的 ID 打出来。我是萌仔仔 CP， ID ID ID。人呢？我发一击了，我来了，我这个是啥子？拉他，拉他，拉他！二八六六六。谢谢陈歪歪，陈歪歪牛逼。呀，你现在时候能不能有点激情？我感谢陈江山。还没睡醒，你让我缓缓。哦，完了，听歌已经听到恶癌了。好，今天没有一首新歌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恶癌。堂长是你表哥。好，德国那一套衣服我弄到了4000。啊？啊？这个我叔叔只要85块钱一套。哪里卖85？就是那个喵星客，他跟我说了，他让你只要85一套。谁？那个喵星客，就那个客户啊，卡尔夫那个客户。给我搞一套，给我搞了八十五一套，你给我来一车。给我来一套。给我来一车85一套。他说卡靠服的85一套。那两玩个两三天就被封号了，有什么用呀？哎，我没问清楚，应该是国服吧？国服。我说的是德国比赛。我说了，我以为是那。我就说嘛，德国比赛就懒得票去，怎么可能85？哎，你走开了！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小老虎。我也4000块，你85，你怎么想都不对的吗？可能。你给我来一车，拜托。你给我来一车。游戏语音没关，你来游戏语音没关。昨天晚上带小改改去了。他都是带小改改吗？不是。陈江山的好多彩蛋。谢谢。陈歪歪好多彩蛋。而且另一位小阿姨，哎呦，摩托车，操！嗯，有把枪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我等我去烧热水去。啊！不给装备啊！我队友，蛋呐！我队友不给装备呀、啊！装备是靠自己捡的，兄弟，我也没有啊！好了，哎，玄机管线，那边那把枪能不能给我？是不是枪啊？对，那个衣服只有去了现场才能有，所以贵。并不是每个人都去柏林的。哎，买张票就有了吧？我只有30颗子弹，我早就买完了，大哥。只有30颗子弹，注意安全。你买完了？说如果买张票就有了。穿一下，你穿一下看一下。还没领呢，他要领3-4天的，兄弟。7月25号。这里一个。我拿他的枪可以不？可以，我
没有子弹，762的，我拿762子弹，762子弹给我。这拳击馆没人了。啊？真没人了。我刚杀的那个不是人啊。你杀完了不就没人了吗？不是致死的。肉肉问一下。5.56子弹吗？各位。没有。没有。在我们两个在杀人的时候，蓝战飞，我告诉你，马小跳这个逼把三楼搜完了，我操！马小跳把子弹交出来，不然直接喷死你。真没有，我都全部702子弹。哎！啊？约莫屁子弹？榴莲子弹。我就这把枪，我就是360发。我不捡了，谁呀、啊？我不捡了，我不捡，我扔了。哎呀！炸！我炸！我炸！我他娘的！就在房里，一个，捡治好，漂亮！哎呀，这样的人头不是我的。就你老母这个！打飞哥！哦！我要762子弹。我不救人啊！不救人呢？哦、我是从另外一边过来的，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救啊？我是从另外一边过来的，这门口怎么还藏着个蓝战飞啊？哦，哎呀，飞飞，你从你脸上跑过去的，好啊，好啊，飞飞。哦，蓝战飞，谁从你脸上跑过去的，心里有数。反正该打死哪个队友，千万不要客气就是了。飞飞，你要记住是谁扶的你，我就舔了舔。我将我六拿出来，不然打死我。我真没有。我一梭子都没有啊，真的没法玩。那我给你把维克托玩玩呀。有没有？这里都被搜过。都被搜了吗？有没有 SKS 啊？98K 吧，98K 吧，好久没打98K 了。昨天98K 打的有点菜。感谢熊老板的好的蛋。你嫂子好不舒服。哇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打什么？你打什么？不是我。你黑猛啊！开了门就你给俺一梭子。吓我一跳。有病啊！哎，他妈素质这么低了吗？哎，刀！在哪里？别！我操！我靠！你们两个。你的意思是不要救他吗？他丢了一老母了，找不到，找不到，找不到，他在墙上蹲着呢，墙上蹲着。救你老母！为什么就死我一个啊，兄弟？有人来了，因为你死了。有人来了。过来的地方，嘘，上面，楼上，别挡着我呀！打的，脸上脸上！哎呀！就他吧，狙击的吧。二楼。这为什么这喷子就这么屌？喷子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我也换把喷子。干嘛？小跳叔，我敌人都不服。红点快给我！红点，打死你好吗？红点，给，等会儿，我先扶人，我先扶。三，扶完人了。来来，封点封点。哎，重新扶呀，重新扶，没起来，没起来。啊，没起来了。没事啊，不要慌。我第一次被喷子打懵了，兄弟。这是你是懵了，兄弟，看一下你的队友，我是直接懵了之后加死了，兄弟。因为你要吃早餐呢、啊。我没有要吃早餐呢、啊。那你嘴里吃的是屎啊？那你嘴里装的是屎啊？
吃啥子？嗯，去隔壁十八位。这不重要啊。早起吃屎爽一天呀，兄弟。那你多吃点。你吃吧。我得了屎肌梗塞，吃不了。屎肌梗塞。这个病挺怪的啊。你不吃口屎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屎肌梗塞，你肯定是犯过病，兄弟。就是因为跟别人打赌打多了，吃屎吃多了，得了屎肌梗塞。谢谢陈歪歪。UMP9。我喷子说从来没打赢过人。我喷子也是，别人喷我一千打，我喷别人三千都不打。我喷子喷人一枪都倒，但是刚才我没有喷子，肯定是别人喷不倒我的情况下，嘿嘿。没人了吗？不会吧。哦，完了，我没换加速器。有没有5.56子弹啊？我没，我也想给你啊。那你再收我就打队友了。卡人没通啊。嗯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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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你要上车，你上啊！快点，打车！不重要。救！你他妈，你倒是上车啊！你救！我挡住，我有神。你倒是上车啊，小老虎！你倒是上车呀，大哥！嗯，幸好我封了个烟。喂！你刚倒是上车呀，大哥！我听到 MS 的声音，一然后你不上车，没过来的。为了扶你，年轻了两条生命，其中的一条即将过世。哇，小老虎，你在干什么？被打了又上车吗？我是反打的，我想。你是上车再反打的，大哥。完了。这把 M24 已经发现了你的位置。不掉不掉不掉！小老虎全国好。小老虎全国，哎，全国漂亮！因为他一定要反打，下次反打，然后我有八倍镜头再打 MS。大哥，我也有八倍秒，只是你反打上车再反打呀！我在那里等你上车等半天，没，我没说要走。我以为一般被打了，你都是停下车停车下来反打的。他在红楼，我就不会开车过去撞他呀。哎，陈歪歪，大家早上好。哒哒哒！捡红绳吧，机场还是捡空投，兄弟。捡空投啊，兄弟！机场也行吧，机场吧，哎，不捡了。这群卡靠服，这群逼不打，不捡空投的。
你说完剪空头我把烟点起来了，你说鸡汤我又把烟擦掉了，你就花了一秒钟。那就是鸡场吧。哎，那算了，还是剪空头吧。那还是鸡场吧。你到底去哪里啊？哎，我不管了。水性杨花的死胖子，他妈的。水性杨花不是用来描述就是水。蓝湛飞就是水性杨花，怎么了？好，能不能跟旁边那个打个招呼？开麦呀！我一想到我不用再去水深火热的回城市府打游戏，我就很开心，知道不？全都是高科技。农村除了穿的难看点，别的都比城市。我觉得无所谓的，穿着这东西。无所谓的，好看的衣服都不能穿。这个游戏不是绝地暖暖吗？有人吗？这附近？三小有两个，不是有一个跟我并驱跳下来的吗？三手两个是吧？去，你得给我把枪好吧？没有枪啊，就一把哟，二十米。三小一个，倒了，倒穷了。三嫂一个倒了，好，还有一个看到了，左侧，在第一个场，两个倒了，好，掉了，谁的酒吧可以？我的，进来用一下，搁下左侧，进来用一下，我八倍秒，啊 ，Hello， 进来用一下，我八倍秒。我去他再打一枪。那边那两个包有东西吗？人在哪？高亚左边下来了，已经过视野了。大爷你早给我呀，我他能下来。 我最后一把 UMP。 你没过来了吗？他刚才我打的时候已经在跑了。过视那边，你再这么浪过视了。我没有浪啊，我没枪啊，兄弟。哎，过来，打人啊！这有一个人。哪儿啊？高架左边下面，我看到他了。看到了。警局那里还有个98K啊。去你他在干嘛？打中了一枪。打中了一枪，死了！别打头！哎，刘伟强，有点九毫米子弹，哎我操！没啥东西，打完机我拿了，不要。那边也有一个。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Okay, 我去把左边给做了，右边的那个你蹲着。好了，漂亮。好，我看到左边那个了。我看到左边那个了，我脸上。过来。我脸上。来喽。脸上这个小厂。打完了。要了，这个面对了，要了。我上高架帮你们架。怎么这么穷啊？我上高架帮你们架。 好的，来个人支援一下。我上高架帮你架。对了吗？你给我那个二十秒里面。你给我二十秒。二号楼还是一号楼里面？你报警报清楚一点。一号楼里面。一号楼里面。
行，你在外边啊？我去一号楼了。在上高点。一号楼楼顶。我过来了，等我。这还挺棒。谁家的门又开又关，这么没素质的？我在家等他出来吧。三个，他就一个了。弟弟，等我一下。啊，可能退游戏了，一会儿。啊！我上来架，你告诉我别人退游戏了？有可能，我不知道。你咋这么天马行空呢？哎呦，没退游戏啊！好像是没退啊。我说有可能退游戏啦，有可能。我把你的有可能当成了实话呀、啊。哎，这马小跳就是你不对了，马小跳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自己的东西吧，对呀、啊，我只是有可能，我不是说确定啊。对呀、啊，虽然、哎、马小跳有狙击枪消音器，我来了。啊，这个逼该死啊！我有98K，他死活不给我。那你下次的时候请告诉我，我确定一丁一级肯定。哎。你这个锅就甩得不明白了，这的确别人没确定啊，你不能什么，虽然他经常被我们甩锅，但你也不能狗屎盆子全部扣他头上。那我不管啊，我没脑子啊，他给没脑子的人说出这样的话，那怪我了。哦，那队友在哪？20发吗？对，你说他为什么要说出这种可能？可能不就意味着有死的可能性吗？可能性除了像我这种头脑型没无脑选手不用冲了吗？你知道自己没脑子你还冲干嘛呢？服了。那也怪不得我，没脑子是先天的。那确实不能怪你，对吧？那令北的怂也是先天的。那说实话，马小跳，我们俩谁怂一点，心里没点逼数吗？吃鸡了，兄弟。我从来没有躲在房顶上不动过。吃鸡了，兄弟。我集优秀于一身，吃鸡了，兄弟令北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呀，兄弟。哇，稳吃，兄弟，上车走你。舒服，兄弟。我们先走了，那边有个蹦蹦。小老虎再见。我又当怪，我要死的。前面有一辆蹦蹦啊，兄弟。但是你们每次走这么快，我就会死的。那我们这个车不开吗？难道？我现在车子屌的压皮。哦，救我，快！你他妈还笑？马上开疯子了！快！你到底会不会开车？好的。你到底会不会开车？咬了鸭皮、啊。你是真的一天摔一次啊，兄弟！哇，你看，我们能赢。你自己想一下，我已经两周没摔过你了。妈呀，老子第一把游戏啊，兄弟！第二把。而且我上把落地死了，而且我两周没摔过你了。你两周没摔过我了，你昨天摔的是哪个呀，兄弟？哎，走远了，我丢。哎，你，哎，你怎么在下面啊？我，你在干什么啊，大哥？我职业选手，我操！你打职业的时候，职业选手小地图都不会看的吗？我，你。你以前做职业选手的时候是这样服人的吗？你估计被教练打死，我告诉你。肯定被打。令某人坚持不住了，我感觉很冷，四肢发凉。不行了，受不了了。哎呀，哎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全歪歪的彩蛋。令北上。你看，上啊！哎，按概率学来说，不可能再摔了吧？今天把摔的都摔过了。你如果再摔我一次，我们两个真的没了，兄弟。你不信我？我信你啊！我希望你能够拎得清一点，认真开，好吧？认真开。这不再认真开吗？刚才也是认真开。你刚刚再说一遍，认真开。大爷的，他压车头不让压。
他压车都不让来，不让压还是你按错键了呀，兄弟。哇，你既然质疑我的专业程度，你专业程度，你再专业，你把我摔了是不是事实吗？你让我很痛心的。那个摩托车起步他妈的没到两秒钟就翻了。你让我很痛心，我让你痛不痛心的？你摔我，你痛心个锤子啊！我不信的了，不是我信不信了，你信任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行为上的呀，兄弟。你摔了我，我是想信了你。你能不能这一把开我到安全区之后，不要摔我，我就信了你，好不好？怎么就活过来了？莫名其妙的。你为什么不信呢？现在陈歪歪。9651个彩蛋，他摔我一下，你还要给他彩蛋吗，兄弟？你给他刷菜呀！你是打怪掉装备的？你那是打怪吗？那我们这不是打怪是什么？你这个刚刚你好像什么？你好像去下副本的路上骑了匹马，马死了，把我们俩都摔死了。我玩那个逆水寒。你知道我还有个原因不玩是什么？我骑着马，马的脚崴了。我骑了匹马。那你给我瓶饮料，你不给我饮料，我现在就打死你。我没有了，完了，我要娘了。我没有药了，我被打了。他被打了，走吧。有点绷带。他被打过我什么事？我要吃药啊！我要娘了。有绷带。你还问我要绷带？才一个。再见。再见！你别吹牛逼，你哪儿被打了？我回来了，刚才我一路被打起过来，那个 M 城，乱扫一阵。我靠！那发财了，兄弟！你知道逆水玩我还有个原因不玩是什么吗？对不对？嗯。我骑着马，我的马腿歪到了，然后他要休息一周。哎呦！哟呵！哟呵，哟呵，打他，打他，这两个人必须得死。哟呵呵，就是你们花娃子打我，是不是他们俩打你？是不是？就是他们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我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你能不能停个车让我打个药啊，大哥？干了我一枪头，我操！上车，打车去了。打完，车皮在前面。为什么他就随便腰射一下就中了？不只是中了，兄弟，脑壳稀碎。对了对了。二岛大哥，我救，我打个急救包，大哥。要封烟就没有烟，没有烟，拉到右边去了。我他妈被哪里偷了？妈的 fuck！ 打残了一个，人也太多了。这四个逼拉枪线，哎呦，倒一个还有一个，猛啊！我操你妈耶！这次有四个人拉车拉的我头都晕，头皮发麻修的。哇，我是被原件给偷的，我丢你老母！你
你不要丢你老母，我告诉你要丢谁老母，丢蓝战飞。我怎么了嘛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知道我刚刚的把游戏体验是什么样的吗？坐蓝战飞摩托车，先两秒钟摔一下，过了20秒又摔一下，然后开到前面人家面前，又被人家打一下。哎，别人打我是不是把他打死了？我是不是打死他了？打死他了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，兄弟？哦，就是走三步路要摔一跤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走两步摔一跤，走三步摔一跤。哦，那是你命不好。我命不好，我命不好，在我坐上你的摩托车，兄弟。那以后不要坐我的摩托车。你以后不要开摩托车，行不行？哇，讲这真都是二八的锅，他喵的！他刚才如果不死，拉枪线的是他，懂不？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死都死了。你为什么会死啊？你个菜逼！因为我傻呀。牛逼！老虎没进来。对吧？啊，我觉得是令北也没进来啊。我退出去了，我本来进来的。哇，这个令北自己才要先咬人。你的意思就是，你意思就是说我蓝战飞掌握了你这条狗命呗？车是你选，车是你选做的吧？我让你做你就做，你咋这么的？乖巧呢？你怎么开车把我摔了那么牛逼啊？你怎么坐我车被摔了之后你这么牛逼啊？是你选择坐我的车，你第一次选择我坐那个这个车的时候旁边还有个蹦子，第一次摔死你旁边还有个四人车，不要脸你知道吧？我第二次要上车的时候你拦在边说什么？我们是兄弟，你相信我坐我车我不会再摔你了，我想我中兄弟之情义我再相信你拦在边一次，你让我信你他妈的做了什么兄弟？又说我们不是兄弟，我们是父子啊。我是你爹。别吵了，那黑雷老董啊，我是你爷爷。我是你曾祖父啊。我是你曾祖父的曾祖父。我是你曾他妈的祖父啊，兄弟！我是你曾祖父的祖宗啊！我就是你爸，我就是比你高一级，兄弟！我再怎么样，我都是你爷，我永远比你无限存款高两级。我是你曾爷爷高三级。我是你曾爷爷高你四级。我是你曾爷爷，我比你高100级。你别管我，就是你爹。我是你爹啊！我是你爹。你摔了，老子为什么你那么牛逼？你告诉我，你坐我车被摔了，你怎么这么牛逼啊？刚刚是谁求着哭着喊着跟我说你在？是哪一个求着哭着要上我车的？我他妈哪里要上车？我说我不要上车，你求我上？我他妈哪里有让你上车？是你自己求着让我给你上的。哇，你是狗吧，兄弟？汪汪汪！干倒，别干倒。走了。哎，考拉叔叔，该休息，该打扮了，该走。这把没有马小跳了，有意见吗？咋了？怎么了？有人有意见吗？有意见可以提出意见，好吧？你收了多少？不给队友。什么收了多少？他前面说他小儿子令北，大儿子蓝战飞，你他妈的不杀他啊？我说过吗？我哪说了？蓝战飞都没有听到。没说啊。我没说啊。好，那他就你就当他没说好吧？你蓝战飞愿意认了这个爹，我也是服气，好吧？哦，你说了。哎，鱼吧，你没说。我打倒你。我用我的身高发誓，他说，大哥，别大哥。大哥，能不能不播啊？我操！我要把他干死一个！我同意了，你喷我干什么，马小跳？我在喷他呢。
起来揍掉他。没有，我说我是这么说的，我原话是这么说的。哎，我原话是你要死了吗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兄弟，不行了！啊！他真有说吗？他真有说吗？没有！我用身高发誓，我用身高发誓，兄弟！我要大胆砍死一个温酒士！屌爆了，兄弟！我令某人用身高发誓，什么时候骗过人？马小跳，你个狗逼东西！我真的没想到你蓝蛋飞进来没有听到，我的天，真没听到。小象哪来人了？我气得牙痒，兄弟。死了都舒服。麦条，你是谁啊？你在哪呀？天堂啊。哦，我在地狱。文具馆走你。我知道啊。在天堂干嘛呢？他麦条跟别人打架，刚刚又喷了我一枪。我。不然我死不了。不知道为什么马小跳最近天天打队友，还记得昨天吗？还记得昨天吗？我们爬那个蓝楼，我爬上去，他直接给我一梭子。哦，我看到他对着那里打枪，我上去就往那里打了两枪。一看队友，我立刻溜了。你打了两枪的主要主力伤害是你打的呀，我又打不中人。而且刚才我在跟他打是因为啥？他站在栏杆那儿过去了，我在喷他，那箭射伤害打到你身上的。二八。只要你承认坦白你说过那句话，我下把就不杀你，咱们这事儿就了了，不然下把还杀你。拿着话。你刚刚说了什么？心里没点逼数吗？我说令北是我小儿子。然后下一句呢？菲菲是好孩子。原来你这个逼还真说了啊，没杀错。菲菲是好孩子。拉啥啥？这个能爬下去吗？我不急，我一倒，你稳住。我一倒，我一倒没关系了，你打药吧。马跳，你什么时候改标题啊？改成标题啊？啊？忽然取消。丢！改啥标题啊？全都是我，全都怪我，我改承诺是承诺，改勇敢是软弱。如果那是我，不会哇，为什么老是这张 B 图啊？你也觉得这张 B 图好玩？玩什么小地图都好玩。小地图直播体验太差了。
太慢了，不太快了。我们去。人刚点进来就吃鸡了，那有什么好玩的？我建议我们去卫生间做导弹回家。做导弹回家？你做导弹怕是回老家了，兄弟。我长这么大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胸长得跟导弹一样。你是看到哪个小姐姐吗？你推荐一下。下午跟你讲啊。好啊，兄弟。真的像导弹一样吗，兄弟？去哪呀？啊靠，简直就是核弹的毁灭世界啊，兄弟！我操，那是世界杯啊，兄弟！那不是世界杯啊，那个是兄弟，那个是太阳，很耀眼的。哇操，这车灯像太阳一样吗，兄弟？我没有吞口。我与太阳肩并肩，皮卡都城里。杀神仙！别闹了，那个小鬼！为啥老是落地成盒啊？你们这几个菜逼！我没有落地成盒，我是被……我本来死不了的，我被马小跳喷了一枪。我是被慈爱的菲菲给补喷死的。不是，最重要的是你不喷令北一枪，令北是可以扶起来的。我没有喷他，我是想把他解决敌人，这里五队结果那个箭射伤害打他脑袋瓜子上了。五场楼顶，快点，只有一个，别卖队友。哦，他没飞上去，这个傻逼。真赌场楼顶。下楼了，一个。下楼了，他没下楼呢，我下了，再见。啥都没有啊，解决了吗？有人跳的。人呢？把枪啊！哇，拳击馆吧，只有一把喷子，兄弟。我啥都没有，我拿了。关键还不是六八六，你难受不难受？上了啊！你上这个干嘛？拳击馆。毕竟拿的是什么？哎，我丢！一枪了！哎，我这马喷，一枪喷不死啊！我操！哎，那喷子幺八九七。好的。还卡楼梯了。闪啊！我用闪光弹，闪啊！我用闪光弹，闪！你别卡位，别卡位，我们来。哇！闪光弹！啊！我下来。真牛逼！你在光。我在爬呢，缓慢浮动了。你这把我卡的位置。真牛逼！我扔闪光弹。砰的一下被人一枪喷，闪光弹掉地上散到队友，吃而无愧这操作。我不闪光弹不是。谢谢带头上的组织。真牛逼，二八，吃而无愧。咋了呀？我闪光弹白的，我没想到他拉了个侧身把我做了。你要吗，大哥？没有，只有一个急救包，不给。把神姐的给放快一点，我有。救服二吧，没有啊。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别哭呀？你不知道你哭声好难听。哎，我看到那个旅馆有
那给你三个绷带。走吧，我们去杀人吧。一枪。哦，有人啊，看到。你在飞哥后面打什么？我没有，我在看人。哎，走了，拳击馆了。很难玩了，这东西。哎，直接杀死。你有没有死亡叹息技能？你挨啥？心太崩了。三楼在一楼。我丢楼梯。真的。那个栏杆对面，那个栏杆。那个酒廊，哎，漂亮！哎呀，上楼梯可以吗？好，看到人了，我看这边还有一个，就他，你打他！这个，三楼，拿下来！哎呦，这楼顶，他楼顶下来，下楼梯口。漂亮，优秀男孩蓝大飞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发飞？喂，废物。优秀不优秀？我上面打了一次，打倒一个。你。你要啥？我给你嘛。二八，当然。我啥都没拿，我有喷子子弹。哎，我不，哦，这个就捡一个，这个 AK 子弹啊。给幺六就不要了，垃圾枪。哎，不装这个子弹袋又要被讲。来七，那个五五六子弹给你，我没有五五六枪，我换枪了，我这边有76发呢。要不要啊？要啊。嗯，有没有高倍瞄？还没听，我也没有高倍瞄。三倍要不要吗？我再用三倍啊。我也有三倍，要不要吗？不要。不要拉倒。哎呀，二八，快走了。我这数量我咋走啊？我出门就被人那个敲木。那你过来啊！那你过来啊！来了。再给你一瓶饮料，谢谢老板。有鸡尾酒啊，不能喝酒痛风。这瓶饮料是让你决赛圈烧死自己的。好，知道了，遵命。走了，不去那边了，那边感觉老硬币多，就不去了。来一点，快！76发。Every last go。嘟嘟，哎，嘟嘟，哎。你知道我唱什么歌吗？哪歌？咒啊！咒，你看完了吗？我没有看完。非自然死亡看了吗？也没有看，我推的东西你都不看，我们怎么当朋友啊？滚！我看咒了，看了几集呢？看了5、6集呢。非自然死亡看了吗？令北看了吗？还是电视剧啊？令北。他是电视剧还是？啊，你没看，我就给你剧透了。我最近真的没时间看了，兄弟，你还是剧透吧。嗯，早上直播，下午健身，晚上直播睡觉。你别健身了，你太为难自己了。健身，你健不了。扛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你扛不了的。扛得了的，兄弟。不了的兄弟，太胖了。自然死亡。哎，你为什么要扛自己？你要扛不了。不一定是要减肥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从家里走到公司，我觉得累，你敢信吗？啊，
你是练了啥？你是没救了，兄弟。太缺乏锻炼了，锻炼。你怎么带我反向跑图？哦，不是。喷死你行不行？一口盐汽水。看错了。别生气。阿爸，我们赌个佛跳墙，看谁被炸，不懂。我最近没造孽，别挨一起啊，那就真没了，大哥。给你瓶王老吉喝。我刚才就不应该把燃烧瓶给你，我直接烧死你个逼！你现在打死他舔包还来得及啊，把他尸体烧了。有车来了。笑什么呢？我说感受正义的制裁吗？告诉完你没了，我又说了些感受正义的制裁，我没了。那个人准备是捧飞哥的，然后你去接了。他说了两句话，炸死两个人。说句实话，蓝赞飞，你什么人品，心里自己没点数吗？准备。你敢在轰炸区里面待着，你是牛逼啊！哎呦，我一倒杯水去。准备。准备了，三个菜币，漂亮。黑脸怪，菜币怪，黑脸怪，哇，死的是我心情舒畅啊，兄弟。哎呀，可以动了，给我张雨林图。傻逼图，怎么又是这个图啊？他妈有点想退出去。豪宅。豪宅啊，我要认真了。去吗？我想去死啊！别管，我要认真。希望你能够认真玩这个游戏，好吧？这把认真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。不是跟你开玩笑，也没有跟你们嘻嘻哈哈，他认不认真的进入大区都会被打了。